者骆子新台北报道，廖元帅去年执导张靓颖《名画》MV， 夺下全球共12项大奖及4项入围，还包含世界级的国红点设计大奖的最高荣誉设计奖。虽屡获国际奖项肯定，却在金曲奖失利，向来敢说敢言的他不满地写歌怒呛金曲奖，没想到这一呛竟开启他从没想过的歌手路。近日推出新单曲，但仍自嘲我是个半吊子跑龙套的。廖仁帅找来出身自中国有嘻哈的饶舌歌手徐真真合作推出单曲没有关系。徐真真之前因在节目中紧张失常，一夜之间成了酸民攻击的目标，但大家对他的即兴歌词没有关系，麦克风下一个到底在哪都印象深刻，一度成为网路热搜子。廖仁帅把彼此经历写进歌词中，以自我嘲讽云淡风轻的方式表达心声，展现从哪跌倒从哪里站起来的勇气，乐观地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让人大赞这种态度其实挺帅的。没有关系 MV 今下午3点已在廖仁帅官方脸书正式发布。廖仁帅找来中国有嘻哈选手徐真真合作新单曲没有关系，华纳音乐提供徐真真图与廖仁帅合作推出新单曲没有关系，华纳音乐提供。